杀千道的，进来！赶紧关门！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没提前说一声啊？给你带钱回来不高兴了？ 瞅你说的，这不提前给你准备饭吗？哎，有什么吃什么？哎，有馒头没有？哎，有，等着。哎，最近买卖怎么样？嗯，挺好。上个月刚进了不少肉，下水也进了点。哎，对了，这些钱收好了啊。这么多。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，你知道我们干了这几年，小楚手里攒了多少钱吗？小楚，你上次带回来吃饭那个呀？嗯。哎，他是不是你们头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呗。就你这么多年，我可没见过你对谁这么客气。哎，他比你还小呢。啊。 刚20，这么年轻，那他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啊？你知道什么你？人家十几岁就出来跑活了，我们的活都是他安排的，手底下也是他最利索，谁敢不听他的？啊，看着不像啊，那小孩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虽然总戴个墨镜，还是跟个学生似的。 上回他来咱家吃辣椒，那呛得全是眼泪。这不就一小孩吗？有那么厉害？哎呦，你才见过几个人呢？哎，嗯，我想着，今年再干几票就不干了，咱回老家去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能这么老跑，我天天提心吊胆的。行，别叨叨了。哎，对了。 小楚那冷库，你好好看着呢吧。放心吧，钥匙我都说的好好的。啊，哎，他那冷库里都是什么呀？那谁知道？我想着他要那冷库，是不是想跟咱们一块干点啥呀？你就别想美事了。哎，他那些东西啊，下个月搬走啊。那我找俩人帮他搬。哎，不用，他还说他自己来。 我告诉你，他脾气不好啊！你不按他说的办，他准发火。这么大脾气？哎，你别管了。我就是好奇放了点什么，万一是点值钱的，咱这不还能赚点？你疯了吧你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后期害死猫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找麻烦。哎呦，我这不是为了咱以后吗？就看看装了点什么。你少给我废话吧你！ 我刚回来就听你叨叨叨叨叨叨的，你让我媳妇儿行不行？去，给我烧洗澡水去。好好好好，你歇着啊，我烧水去，你等会儿。让我帮忙看冷库，还不让我知道，我偏要看看。 都是些什么东西，神神秘秘的干嘛呀？肉，肉有什么好藏的呀？福他柠檬茶原著。 陶普勒工作室出品，艺海佳音制作。广播剧《入戏 For a Life》第二集。这下可有的忙了。
做好准备吧，这段时间肯定要24小时随时待命，让家里人多担待。赶紧把凶手抓住吧，这心天天吊着太累了。先不想了，再忙也得吃饱饭。前面烧个摊儿，我请客。谢勇哥。勇哥大气，那我可得敞开了吃。你小子是憋着宰我了是吧？啊？哎，永涛，你家灯怎么亮了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老刘，你们先去把串点上，我上趟楼马上来啊。好，等你啊，勇哥。哎，小飞，你蹲地上干什么呢？你家地板该换了。啊？都翘起来了，把我的包都刮坏了，总算给弄平了。啊，最近太忙了，没来得及弄。哎，你别弄了，回头我来修。你这小半个屋子的地板都不平整了，怎么修啊？直接换了呗。你倒是说的轻巧。哎，你包呢？自己会缝吗？已经收起来了。我饿了。哦，对，答应带你吃烤串的，快走吧。嗯。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表弟许飞，大学生，火车站见过。哇，这模样看着就是乖学生。哎，就是头发长点啊。你懂什么？这叫摩登，外国乐队都这发型。小飞，他们都是我同事。哎，小飞，你说话呀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嗯，我叫许飞，来读大学的。这语气怎么跟嫌疑人招供似的？去你的！小飞啊，这个是老刘，你得喊他喊刘叔，以后出去罩着你。刘叔，你还真喊啊！老刘又长辈了，第一次被这么多警察围着，吓傻了吧？来了来了，您烤串，谢谢啊，慢用啊。来，快吃吧。来来，小飞吃。别不好意思，来拿着，全烫啊！哦，怎么了？来，多喝点。哎，这是酒。好点没有？嗯，小飞这是不能吃辣呀。这是随了我姨夫了，他就不能吃辣。没事，那我再去要点不辣的。一点辣都不能吃吗？生病，忌口。哟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你知道自己不能吃辣，在外面吃东西可得注意一点啊。嗯。再喝点茶水吧。哦。茶能喝吗？勇哥，原来你这么能絮叨啊！呸你！我什么时候絮叨了？点好了，又拿了几瓶啤酒。小飞，来一瓶。哦，哎，他一个学生喝什么酒啊？勇哥，你这样啊，真像我妈。哎呀，勇哥好不容易当回长辈，你就让他过过瘾呗。小飞，起子给你。不用。哟哟，挺利索呀。拿桌边这么开瓶，姨夫教的。我看别人都这么看。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不会啊？勇哥，你还说自己不絮叨？来来来，大哥，来哥，大哥你不冷啊？大冬天的还光膀子？什么呀？那身肉看着不错。今天肉不错，嗯，还挺有嚼劲儿，口感应该不差。小飞，嗯，你怎么愣神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。你也吃点吧，刚才空着肚子喝了得有大半瓶啤酒。哎，拿水涮涮就不辣了。哦，不辣的一会儿就来，要不给你弄点面啊饭啊之类的。
哎，小子，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问他妈你话呢？你是不是有事儿？干什么？喝多了吧你？别闹事儿啊！刚才你盯着老子看什么？说话！哎，干什么？这是你小弟啊。是我弟。行，那今天我就……哎，这是什么？给我站开！两位同志，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局里说，怎么样？小鬼，这儿。对不起啊，警官，我们错了。大哥，他们是警察。警察？你放开我！还有事吗？没了。没事儿，早点回家吧。哎，好。大哥，走吧。走就走。在公安局家属院门口找事儿，也不掂量掂量。没事了啊。都坐吧。最近老有喝多闹事儿的，小飞，一个人的时候注意点啊。不过也不用怕，在这片随便喊两嗓子都能叫来我们同事，要么就是家属。您的串儿，不辣的啊。好，放这儿。来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兄弟们今天敞开了吃啊，这顿我请，欢迎咱们小飞。哎，老刘，说好了我请。给我弟接风，哪能让你掏钱？得了吧，你弟没来也是你请啊，都一样的工资，哪能老让你掏啊？你还跟我算那么清楚干嘛？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你还有梦梦呢。刘哥，梦梦最近怎么样了？挺长时间没见他了。哦，还那样。上个月你嫂子带他去了北京的医院，大夫怎么说？要住院吗？不住，诊断跟这边的一样，没什么好办法。只能吃那种特殊奶粉维持。听说那种奶粉是不是不太好买啊？倒是能买着，就是贵。老刘，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尽管说啊。嗯，是啊，刘哥。就是啊，跟梦梦说等他身体好了，小王哥哥带他出去玩。对，还有他小贾哥哥。好。小飞啊，平时有事儿别客气，当我们跟你哥一样就行啊。没错，我们都是你哥哥。哦，咱们喝一个吧，欢迎小飞，欢迎小飞，欢迎弟弟，欢迎大学生。小飞，举杯啊！哦，干杯！干杯！小飞，吃肉，别光喝酒。嗯。弟弟啊，以后啊，一个人在外面可不能太拘着了。乞丐，人家这叫斯文，也不能太斯文了。你看你长得这么乖。再不横点容易招人欺负，来，咱走一个。小飞都大小伙子了，也不用跟我管闺女似的管他。嗨，这不他病刚好吗？又是第一回离开家，我妈让我多照顾他点儿。哎，你们俩少喝点，明天还得出任务呢。放心吧，刘哥。哥有数。一会儿啊，早点回家陪陪嫂子吧。这段时间。肯定清醒不了。跟警察一起过日子，有意思。这个小区啊，基本住的都是局里同事，在这片随便喊两嗓子都能叫来我们同志，要么就是家属。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，我这玩的可比灯下黑还刺激。先找个地方，把枪和钱转移出来，再继续组人。这条河水流不算急，如果顺着河道。小子，周围没人，怕了吧？嗯，不错，
既然知道怕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拿刀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你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？你怎么在院门口？你再不回来我就找你去了。我不是让你先回来吗？我烟都买好了，你还没到。我想买点给地板打蜡的东西，没找到地方。这都几点了，早关门了，白天再说吧。哦，你刚到这儿不习惯吧？熟悉熟悉就好了。嗯，给你配的钥匙拿好。给我，啊！我经常通宵加班，你自己跳窗户进屋。哦，把这儿当自己家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还有半个多月开学，嗯。那开学前就在家好好歇着，再养养身体。我想打工，赚零花钱。打什么工啊？刚才看到路口的西餐厅在招人。那家可不怎么样啊。听说那里面卖的牛肉都做不熟，带血的才好吃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走了，回家。这里是不是很多有钱人？啊，大城市机会多，赚的也多。看你的工资不行。哼，臭小子，我起码能养活我自己，你能吗？能。看把你给能的，才离开家几天。我跟你说啊。少学社会上那些不务正业的小年轻，好好上学。没开门呢，过会儿再来。这家店我要了。说什么？这些钱够吗？盘我的店？小子，换牙了吗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打听了，这片地面上你说了算，迟早还敢来。找的就是你，跟我合作。合作？这个认识吗？脸谱面具，你是？我要组人，跟我干。下个月你能再开一家这样的店。你真的是不信？大哥，你冷静。这怎么不能找上门来？枪您收好，电盘给您，价钱您随便开。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不想干？我就是个收保护费的，在这边做点小生意，没看过大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的？多少已经有几个道上的朋友，我可以帮您找找其他人。就是现在可能不太好找。嗯？他们都特别崇拜您，但是听说您会杀同伙，这都不太敢。我错了，大哥，爹送您了，我明天就回老家。这店里有冷库吗？有。拿着钱，滚！啊，滚！废物！一个人玩儿。
发什么愣呢？啊，你下夜班了？才起床啊？这都下午了。嗯，通宵了。通宵？看录像带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嗯。可口可乐。你喝吗？还有一瓶。不喝。有什么好喝的卖那么贵啊？哎，你这瓶子不用退吗？无所谓，就九毛钱。就几毛钱？你挣钱吗？就知道拿着家里的钱乱花。我打工赚着。打工？你打什么工啊？在哪儿打工？就那个西餐厅。辞了，那就不是什么正经店。那个老板什么人你知道吗？赶紧辞了。哦，好。还有啊，你晚上少出门，尤其别上河边溜达。前几天河里发现尸体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我去看了，都泡发了。你有空去看死人，不收拾收拾家里？别碰我头！杯子里都爬蟑螂了，这蟑螂怎么没把你吃了？你把我家当豪宅了是吧？还等着保姆来收拾呢？你请得起保姆？你个臭小子还顶嘴！洗完出来打扫卫生啊！哦。你那个床自己收拾收拾。哦。最近治安不好，你别老出去瞎逛。要是闲得慌，就锻炼、看书、打扫卫生，安安生生在家等开学。你听见没有啊？听到了。我得回单位了，你在这好好待着啊。嗯。哎，这20块，你先用着啊，搁桌上吧。哦。你别乱花啊，我先走了。20块，打发要饭的呢。哟，小飞，你哥又给你买爆米花了啊？李大爷，小孩子嘛，嘴馋。小飞哥哥。小飞回来了，正好回去叫永涛下来吃夜宵，小王他们都在烧烤摊等着呢。哦，好，哎，你也来啊。哦，爸爸，嗯，小飞哥哥好高啊。小飞，周老师，回来的刚好。来，我爱人单位发的挂历，正好要给永哥送过去呢，你拿回去吧。家里有挂历，拿着吧。每个月应的都是知名主持人，啊，一般人搞不到的。小飞，大元宵的晚上还出去啊？不和你过过节啊？我哥值班。小七他们也真是不容易，元宵节也不能休息。哎，那你回来上我们家一起吃汤圆呗，一起热闹热闹。不用了，我晚上打工回来太晚了。哦，那行，元宵快乐啊！元宵快乐。一天到晚笑得跟个傻子似的。行了，赶紧干活吧。是啊，最年轻，但在团伙里地位最高，杀人最多也最狠。发生内讧之后，毫不犹豫就杀了3个同伙。
这个年纪啊，像你弟弟那样的大学生都还没参加工作呢，那个楚家军却已经是脸谱团伙领头的了。刘哥，勇哥，刘哥，勇哥，小张，都交接好了？哦，交接好了。你说都俩礼拜了，各地警方都没有发现，这个人他到底流窜到哪儿去了？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？那个提供线索的脸谱成员的妻子，是怎么描述那个楚家军的？高瘦，干净斯文，不爱说话，看着像个学生。这样一个人要是隐藏到人群里，很难被发现，太危险了。谁能想到这样的人会是个穷凶极恶的亡命徒呢？嗯，接着排查。人一天没抓着，就一天不能放松。刚过元宵节，今明两天本市人员流动会非常大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小张，一会儿就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了，人流密集，岗哨布置灵活一点。明白。老刘，今天就交给你了。放心。哎，谢谢你跟我换班啊，让我能陪孟孟还有他妈妈过个元宵。忙活一宿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嗯，走吧，小王。哎，走了，刘哥。嗯，好好休息啊。勇哥，回局里还是直接回家呀？先回局里把车交了，上会计室领工资。对哦，今天发工资我都给忙忘了。哎，勇哥，今年的元宵福利你还没领呢吗？两张电影票，小飞开学之前你带他去看场电影去呗。啊，回头去领。哎，晚上上我家吃饭吗？补个元宵节。我爸前几天还念叨好久没见你了。不了，你跟叔叔阿姨好过，我带小飞啊吃羊肉包子去。妈呀，自打看过楚家军那一冷酷人肉的照片，我到现在都不敢吃包子。怎么呢？我就老能想起82年那个人肉包子案。第一次听说那案子的时候我还没上警校呢，缠着我爸给我讲的，结果还没等我爸讲完我就吐了。哎呀，楚家军那些人肉啊应该不是拿来卖的啊。怎么说？提供线索这个脸谱成员的妻子就是做肉品买卖的，楚家军要是想卖完全可以直接卖给那两口子呀。那他弄那一冷库的人肉干什么？当战利品在同行面前炫耀？不像，要是为了炫耀立威他应该主动向人展示，可他跟谁也没说过他冷库里有什么，甚至不准人看。奇了怪了，那他冻那一冷库人肉要干嘛呀？这谁知道呢？或许自己留着吃。不聊了，不聊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再聊啊到时候睡觉做噩梦。小飞，小飞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床？你下夜班了？你这天天睡到日上三竿，无组织无纪律，去了学校还了得？还没开学呢，赶紧起来。哦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也不回家呢。最近太忙了，也没顾上你。再给你点零花钱。不用。钱够用？不租录像带，不买可口可乐了？找了个新地方打工。那个西餐厅你辞了？早辞了。不是你让我辞的吗？是。那个老板是个混社会的，你一个学生怕你受欺负。哦。他没欺负你吧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不让你说？是不是没给你工钱？找他们去。哎呀，没有。小飞，家里给你的钱要是不够用你就说，哥供得起你。你那点工资算了吧。
我，你个臭小子！你记着，有委屈就告诉哥，你来这儿是读书的，不是吃亏的。嗯。那个，大学我走读好不好？走读？你学校到这边要一个半小时，你得先坐公共汽车到北京路，然后……哎，咱们去北京路的超级商店吧，去喝咖啡，吃巧克力蛋糕。你怎么不说去友谊商店呢？你钱是抢银行抢来的。是，刚还说供得起我，那也不是供你挥霍的。行了，别做梦了，穿衣服出门，带你吃羊肉包子。哦。今天怎么话这么少啊？累，没睡醒。你这车也没个靠背，摩托车哪来的靠背啊？哦对，队里那胯子有，还是大座的呢。你为什么当警察？警察忙啊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回家倒头就睡，省得一个人闲着，也不用琢磨怎么打发时间。你一个人从老家出来的？啊。为什么？你没听家里人讲过我家的事儿？我不太听那些。怎么不走了？抽根烟。哦。我才几岁的时候，我爸妈就分开了。我跟我妈。给我一根。你个学生抽什么烟？行吧。那你继续说。初中那会儿，我妈又结婚了。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在她家里待着怎么都别扭。我就跟着一个老乡出来闯，后来考上警校，毕业之后留在这儿当了警察。没回去过？回过。刚工作那年还没那么忙，过年的时候还有假。你找谁？你是？你妈妈在吗？怎么了你？妈妈，有人找你。哦，小涛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来看看你。那进来吧。啊！不许你进我家，我不认识你。哎，乖乖乖，这是哥哥啊。小涛啊，这是你弟弟。啊！大清早吵吵什么？我不进去了吗？我参加工作了。这信封里头是我领的第一笔工资。啊，小涛，你收着吧，我走了。然后我就提前买票回来了。他们一家三口过大年，我在那不合适。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的。啊，习惯了。多个人习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烦我吗？不啊，多个人挺热闹的。回家到楼底下一抬头，家里灯亮着，感觉不错。哎，你至少得在这边待四年吧？快开学了，我要搬了。那星期天回来吗？回。行，那到时候我接你。妈妈抱。哦，乖，自己走，想阿累了。爸爸，哎，好，来，哎呀，乖闺女，来，媳妇儿，爸爸妈妈一起抱啊，来，坐轿子喽，老宠着他，哎呀，爸爸最好了，
哎，来，我给你亲一个。妈妈的。你还会想他们吗？家里人。忙起来很少想，闲下来会想想我妈现在怎么样了，在干什么呢？是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跟他们一家三口去公园玩，给他们一家三口打毛衣，总归是顾着他那个家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弄个家？我不知道家怎么弄啊。家不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生个孩子？我没空陪孩子。那就找个不生孩子的，一三五你洗碗，二四六他扫地，俩人一块过日子呗。那咱俩现在不就这么过日子吗？这要是个家你乐意啊？我乐意啊。那行，那我也乐意。行，走了，上车。嗯，这衣服上的烟味都洗不掉了，看离我远点啊！这皮夹克又不能老洗，天天穿着它跟队里那帮老烟枪在一块儿，能好闻得了吗？开春了，晒晒就好。哎，你没骨头啊，趴我身上。嗯，坐好了，要掉下去了。不嫌我有烟味了？习惯了。小飞，开车。赶上小学放学了，摩托车背着。不是去吃包子吗？我得先去趟桥头储蓄所，把工资存起来。你在这看着车。哦。学校和储蓄所挨这么近。司机连个老师都没有。小飞，你看什么呢？眼都直了。饿了。那上车吃包子去。星期二，电视台下午休息。嗯，没劲。别吃饱了就躺着，不消化。嗯。明天带你看电影。什么电影？《梅山枪声》。单位发的票，元宵福利。哎呦，忘了电影票了，我去趟单位啊。哦。顺道啊，提前请个假，开学送你去学校。你最近不是很忙吗？能请出假？问题不大，还半个多月呢，我走了啊。嗯，我待会儿去打工。行吧，祝你赚大钱啊。小楚，开工了。
会不会有一个人能够承受接住我的下坠，那就思念想去作乱，太多余的准备也许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浪费，很多事情也许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绝对，怀中思考角度也许就能够找到安慰，是我盲目的自我麻醉，欺骗自己编造一些误会，可能错过的模板就知道了多年就来，可能是学生漏写的题目并不是空白，可能被打了水的椅子只是某个人的意外，可能故意排挤只是他们不经意的对待，可是你看那些复制的高高在上姿态，你看他们用我的名字画一个丑八怪，你看他们情愿的签名都写在了一块，